好，今天又玩的是 Meta Ghetto， 好像就是捏他 Mega Man， 你看 Meta 跟 Mega 嘛，然后 Mega 跟 Ghetto， 我觉得类似的这种动作游戏。看着下面的话，应该有五位是可以选的，应该等破关之后才会有吧。好，开始吧。这边是机翻的。而且连翻译的框都超出去。烽火。Yeah. 耶。
森林1234 Garu Stage 1234一样八大关啊。气泡也、欸、没有，它是特殊能量，左上角那个集满之后就可以放。能力冲锋枪，恢复体力。本能是什么啊哥？不能选。阿兔可以冲刺。但是不能爬墙跳，所以系统介于 X 跟原主持之间。或者号到快进键，跳不过去呢。水面下可以实施很高的跳跃。我还是会习惯按着机器键。靠，这么快啊！第一关也太弱了，要先打赢四大关，才能再打赢另外四大关。盾。Dash 冲锋 ，Buster 爆炸 ，War， 照顺序慢慢打吧。那个应该是捏他小矮兵吧，哎呦，这边也有哎呦，能直接恢复体力那就 OK 了，还蛮好的。
会晕晕，看胯下会喷射。哎，看补血长用那个齿轮的次数而已，搞笑了。妈的，骗我！我还以为那么好看呢。关卡挺长的呢，啊，超级大喷射。竟然多长一只。哎呦，强力这么大！哇靠！喂，被吸啊！被吸啊！被吸啊！啊吼！下面那一个都会被弄到，好麻烦。哎，无限复活，那还 OK 了。
每次这个都会追尾到呢。靠靠呗，烦死！哎，说跳不够高，要想办法，好像直接冲过去面对会比较好一点。这样就没办法了，他的冲是有够犯规的啦。Good. 低，不好爬。困，不行，太危险。反正可以重复打就没关系。嗯，我试试看。见，本来想说在楼梯那边开花可以灭他，可以直接在那边塔灭他的。哎呀，亏。
喷那么多波。我靠！你傻小。这连一个记录点都还没用，有没有这么抠？一个记录点都还没有，有了，哎呦！光束关啊，吃不到。看这哪来得及，你这个光速会不会停啊？好像不会。哎，看来真是要我复活才行。好了，复活。哎，看。哎呦，成功！
啊呼！其实这个机制算蛮好的，至少有复活点可以让你用，那个复活点数。他跳起来速度真快，又是滴滴滴 Buster。真是炸弹，在上面挖歌，刚刚我记得那一关好像有可以上去的地方，有可能是那一关。我头有这么大，怎么过？大哥，你血太厚了。哎，太早了。
啊，我知道了，他冲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大哥，大小，哎、欸，大哥，啊，靠腰给我大哥呀！这个要出 bug 了哦，啊 ，TB 啊！够这种的啊，这游戏不是普通的靠北呢。连他爆炸都不能过去。看，总算到了，真的会被刚才那个给气死。我觉得那边有东西，我一定要过去，让我死一次。
哦，果然是要拿来。对呀，被我猜对了。等一下可以的话，去第二关也拿一下好。喂，看一下、哦，等一下他那边用火焰冲锋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无限刷宝，楼梯不能用，那边可以去哪里嘞？先绕左边看看。一样。下吗？哎，宋林安，正掐！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！这一只嘛，我就应该用火打会比较好。他的伤害好高，好像差不了多少。你射到弹起来，追踪弹呢？
一样一滴。不行啊，他的行动太麻烦了。结果是正规打比较好打，真奇怪。一，先去拿个东西。我记得刚刚那边楼上有楼梯。哎呀，还敢偷射，丢丢。地雷其实蛮好用的，也是往上射，而且好像只有半条而已。欸，就是那边啊，这里应该冲过去。哎呀，差点。因为地里有个这个功用，
那我看看我的本能是什么东西啊。好，拿到了。嗯，那边有点危险。哎呦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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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，太早跳了。What the fuck? 先确认一下，别！哎呦，喝嘎仔！好家在我猜对了。重力圈，
确认一下，绿色可以过。给西武告贼。那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有点好奇。fuck！ 不过果然有东西。诶，我刚有到复活点吗？哎呦，浪费了一个。我要确认好他的时间。哎呀，哦，算了，有吃到就好。奈米皮肤。这样好像剩火焰那一关没有拿到，可是是那么在前期可以完全拿到东西吗？有点疑惑。
今だ。好乱啊哎没中吃一下补好了，有点危险。让我吃哇哟西这个道中真的麻烦找到弱点，好好打。第一，哎，就四大而已。那剩火焰关卡没有拿到而已。看看藏在哪里。
快喷啊你！不吃，危险。我猜应该会在充满光束的地方。看来应该是要让我用地雷弹上去才对。所以这一关的话应该是用地雷找。这边。这里面要怎么进去呢？都不带。到记录点之前应该就要找到了。
这么帅啊，可以交换位置嘞。他应该在这附近了。啊！超级豪大鱼。怪嘞，啊，我知道，换位。Yeah。看，原来下面有路了，我一直在怕。耍我，马德。高，
拜。哎，竟然复活！哎，过来，拜！哎，你要你吃菜呢？你怎么又出场了？看到鬼！好了，哎，有些地方是超过分。哎呦！看上面有刺，哎，这边复活好了。水里不能冲。有够危险！
小王八蛋。ごくかっこいいね。啊！你是不是在学老佛？哎，还是会被挡下。威力乘一二三，这个引导真好。啾，哎，好多炸弹。哎呦，好嘎仔！哎呦，
欢迎。把胸口喷过去就好。那个要不要拿了？嘿，感谢大甲定成丸，喵！再来，好。看不到下面，有点害怕，还好。看看是不是类似黄恶魔的东西。哎呦，哎。他出招都有点不规则，有点麻烦。Fuck！ 照他那样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地雷或者是幻身的，应该这两个其中一个应该是他的弱点。啊、丢。开眼啊！哎呦，看来是直接用机器炮打会比较好一点。耶、yeah. ！
Size is not matter. 圣良观。往上看看，掉低一点，这么厉害，东西哎呦，哇靠，这要被他走，还真的可以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害我吓一跳，哇，这个那么硬，
我接下来该往哪里去呢？看不到大部分的话有点危险。右边好像有路，可是又很危险，无法观察。耶，记录点。去，那个得用火。快点，来不及。成功。哇，这么炸。哦呦。
欸，哇靠，真的有够贱，气死我了。OK 啊，欢迎来。我最近应该好像又胖了5公斤吧，又变胖了。可能跟上次看的会不太一样。哦，那就还好。哎，总之就当个肥仔就好了，就当作我是一个肥仔就好了。What the fuck?这边怎样？用地雷，我赶快冲啊！啊，地雷！哇靠！这么刺激啊！哎呀，怎么要冲过去？比威力还没良心啊，即使有够多的。那一个我不吃了，气死我了，反正够多了。哎呦，他弱点位置好难抓。混没丢。
最终但打一般关卡超好用。哦。啊，差一点点。我知道了。交换弹最好用，交换弹打他最好用。F， 好弱啊！最后一关，要先打四大了吗？没鬼！死去！在跑啊！恭维啊！他的体当好痛，不愧战车。Ray， 真的又是威力机器，哎哎哎，靠，又靠呗。
奇怪呢？看那个火要怎么冲过去呢？我冲不过去，跳的话应该也跳不过去，不知道能不能混。或者说要拿血跟他硬混。哎，不对，站在中间就好了。哎呀，可是也不是那么好用。差一点。那一颗球，我要想办法把它打掉。炸弹应该不错。不过重点是它火焰的时间很难抓，速度太快了。好了，这次成功。哎呦，耶、yeah ！找到打法了。不能放，刚好正在下面。耶、yeah ！二阶段，我猜是这个火焰。
不是。起飞！其实炸弹还蛮好用的，怎么打不快？哎！他死去。别乱跑！哎，没中，错赛。哎，竟然不会停下来。保定，快！你挺帅的嘛，大哥。我靠，一关跟你冲了，死去。
一番品质。可能要把它切成英文才会比较看得懂它的原意思。它中文翻译完全是把它丢上去 Google 翻译的那一种。Chinese translation， 心灵。可以用其他枝了。气化没？
哎呦，不一样哎。看一下，哦，当你爬的时候不能使用，当你在爬楼梯的时候不能使用盾，这刚刚就知道了。Faster also disable when underwater。移动超快，哎，怕矿没？哎，关卡结果还是一样的。我忽然不能 dash， 有点怪怪的。原来脚没有伤害，还有雨都会被抢到。打他胯下。
攻击速度没那么快。是那个铅球怪都躲不了，真麻烦。立场互换了，我靠！真的是美感的。不过其实还好，没有说很难打。哎呀，才刚受一个被制裁了。你，变化真的麻烦。不过还好，接下来就是一样的，先去看一下他用 Garu 的 Meta 的武器是怎样。欸，竟然没有啊，后Hold Laser。Call me laser shield 加 attack， 我怎么用不出来？充满看看，
还是就纯粹那一个，就算是轰鸣雷打了啊，那其实没有很强耶。Laser， 差点忘记了。哎，怎么讲就直接开路让我进去了。啊，这不就表示他没办法吸收别人的武器了。穿透型，冲啊！哎呦，跳太高不行。
跳走没出来。他这一招真的防不起，你体当结果是我比较痛，难怪说比较强。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武器可以用，真的耶，搞笑嘞。好吧，我其实还蛮不错用的了，下次有空再把他们全部打完吧，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吧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就先看到这边为止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再见。